咁有好多朋友問我，喂 ，Brad， 喂 ，Honey 啊，點樣可以做咩咧？點樣可以家財萬貫咧？我都好想一夜致富，我都好想日日食肉啊！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啊？點樣咧？點樣？我知道我做咗啦 ，by the way， 好叻啊！我都有啲英文。其實我本身係有個方法可以做嘅，不過而家用唔到。大家有冇去過賭場？有。我去賭場的意思唔係話我去買鋪大細咁樣搞掂，我意思係要開賭場。有啲咩賺錢得過開間賭場，而唔係入去俾錢人賺咧？我呢個邏輯好似怪怪地。有啲咩賺錢方法係好得過開賭場去賺人嘅錢？係啦，冇錯啦。所以咧，阿咪，係洗牌。放心，今次個牌盒冇嘢嘅，洗牌。好，中意點洗都得。中意點洗都得。係啊係啊。亂啊亂啊。亂啊！好，我哋繼續，你繼續洗住先。真的嗎？你洗過的？我洗成個鐘大佬。很多人都知道呢，賭場其實是有 blacklist 一些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喂，你可不可以洗啲安靜啲嘅牌？好 distracting 喎，好 disturb 啊你。我先講到邊啊？很多人都知道賭場會 blacklist 一些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賭場會 blacklist 一些魔術師的。當然啦，但不是阿豬29他們都會 blacklist 的，是一些很厲害的魔術師才會被人 blacklist 的。所以我就在黑名單裡面。不過被人黑名單是因為我在門口那對招財獅子很窩都表。雖然我現在入不到賭場，我空有一身好武功，但是沒得用。不要緊，我可以在這裡變魔術。好，我洗夠了嗎？夠了，我們放在這裡。我們放在一邊，找些東西擲給他，因為我們今天不用的。我們今天用到的，給你一些參與感一下。好好好。 OK， 因為我們今天用到的這個嘟嘟嘟，知不知道是什麼？色仔。沒錯了，正確來說是五粒色仔。知唔知道啲五粒色仔有啲咩咁特別啊？係黑色嘅，同佢一樣。色肌膚給他的意義，是一生奉獻。膚色帶著。破緊，錯，係特別亂啊！同我一樣，係同你一樣，同你私生活一樣。點先為止不亂呢？全部同一個機，好簡單嘅啫。對我嚟講咧，一二三四，咁樣咧就叫做唔亂嘅啦。有冇發現少咗啲嘢啊？爭咗六啦。冇錯啦，點解咧？你覺得個盒夠擺多一粒色咩？唔夠啊。咪就係咯，咁點算咧？我有個方法。就是三二，多謝各位。我呢個可以自創自試嘅，睇到好驚訝。有冇諗過點解我會用呢一個盒嚟栽啲色仔，而唔係嗰啲乜鬼嘢色鐘啊？仲有啲咩可以栽色仔嘅？我即即而唔係啲心口啊，係咪？你想我講你個？係咯，點解我會用呢個盒而唔係嗰啲雜雜雜雜嘅嘢去裝色仔啊？因為清楚。冇錯啦，因為佢係完全透明，佢六面都係透明嘅。咁透明有啲咩用呢？我哋可以睇到呢度係亂嘅啦，呢度係亂嘅啦，每一面啊，每一面啊都係亂噶嘛。嗯嗯。OK， 小美。嗯。而家喺你腦海裏面。只是有一個 number 嘅啫，係乜嘢嚟？各位觀眾，掌聲唔該。O K， 阿咪，而家到你，麻煩你諗住啲數字，諗住要慢慢諗嘅，盡量喺呢一個。色仔有的數字咧，係即係你話十六咁，我冇辦法啦。好啊 ，OK，
最美好味。好，諗住。是乜嘢啊？一。可以擘大眼。在呢度。我有畫過變一樣咩？我有畫過變一樣咩？我又喺下落緊，點解係一樣？跟住我俾佢一樣，係一樣嘅。但係我講嘅一樣嘅意思咧，唔係咁樣嘅一樣喎。你仲記唔記得一開始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你手副牌由頭到尾一直擺咗喺呢一度，冇人掂過佢、喐過佢、換過佢噶嘛？好，麻烦你将他们一只一只这样一二三四五摊在这里摆得一二三四不够位非常好。我所说的一样不是说这里的色仔全部会变成一样，而是我这里的我熬出来的三六一四五和你洗出来的三六一四五是完全一样的。Thank you。 喂，这副牌送给你做几年？你要拎不成啊？开心啊，多谢今天收敛一下自己的心情好不好？